学大成，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各经，各位动修，请大家先开经本第三十二页第三行。 即一种诶经文是，即一部经上重要诶一部分，啊，著是念佛诶人，逐个拢知影个四十八愿，逐个拢知影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修学净土，咱是以三经或者是五经。 作为咱修学主要诶依据，但是三经内面最重要诶一部分，著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甲咱讲诶，为咱来宣说诶，世尊本师释迦牟尼佛转过来，转过。 也著等于阿弥陀佛亲自宣说无两样，所以即一章经是咱最重要诶依据，著、就是本书释迦牟尼佛甲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拢未使甲四十八愿相违背。 如果修微背了，那毋是胡算咯。这是咱特别爱注意到的，请大家看经文：恶作国无福利；若有女人文我名理得清净信，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 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出头，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家，该以七宝池莲花中化生六不逆者，不处正界。那么这段里面包括四十八愿当中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 即三关，即注意来看的下面迄、那个细利诶注解，都明了咯。证明咱曾经读过，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如果有男子、有女人，都无平等咯。伊遐是平等世界，所以未使有。 是丝毫差别。咱生到西方世界，咱诶相貌拢甲阿弥陀佛同款，未使讲比阿弥陀佛较瘦一点啊，较肥一点啊，迄也无平等；较高一点啊，较矮一点啊，即拢无平等。所以西方世界是真正。 平等诶化解。那么，迄、这个世界无女人，咱读经、读即大家咱同修决定袂使见怪。为什么西方世界无女人？若有男人、女人？ 都无平等。你像咱即个世界，有男人甲女人啊，都无平等。啊，这都无可能嘅平等。啊，事实上是无法度通平等。啊，你像在生理上来讲。 即个男人咯，伊未生囝，女人啊会生囝，即都无平等啊！即是无可能平等诶代志。所以西方世界既然是平等世界，啊，都无男主甲女人。那么无平等即个当中，对善性。 真多真多障碍，真多问题出来，会升起真多烦恼。那么这拢是阿弥陀佛在当结诶时间当中去参访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所见着诶，这现象，因无平等，因为这无平等。 引起真多真多业障，伊即个世界完全片面，不但片面，根本伊都无爱。前面讲过，伊世界组成完全是猜出一切世界诶好处优点，消除诸佛世界迄内面所有缺点。 所以，伊嘅世界是一切诸佛世界当中最圆满嘅世界。那么，即种想法做法，实在讲是非常嘅合情合理。那么，他方世界有男子，有女人。女人往生嘅时阵，拢拢转成男性。咱伫遮即个娑婆世界。 那是女性往生到西方，拢转男性。在往生即一刹那之间，往生迄阵首先是佛光助教，获得光明甲你照，然后是佛来接引，佛光一助教，会使讲你诶心相完全拢转变了。 所以经常讲得真清楚，这是国母女人缘。那么第二个就是艳女转男缘。或在一般诶经典上讲，在咱六道内面，即、这个男身要转成女身比较比较容易啊，诶，达波身啊，要变做查某身。 即较紧，那么女性要转成男性比较比较困难。那么即大家是讲，家己愿意转成男性，愿意转变成男性，无不弯弯，拢会当弯你个弯，即、这个女性啊，转做男性，拢会当弯弯。 那么本经可以讲为第十八愿，感觉这一段莲花化生，拢是闻名依靠修持的利益最大。这个最凶的利益，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是下品往生利益，也是最大嘅。这个注意爱怎样？ 凡生同起土，下下品往生，品位固然是下下品，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神通独立，一切受用，甲七地以上的菩萨无二无别，这是一切诸佛七土内面拢无的。那那是真正。 明白即个事实，才知影求生净土，确实是咱们这一生上重要的一件大代志。千万毋好认为这是消极，这是逃避现实。如果若有即个观念，迄真正是古早人所讲的“无量劫来，喜有难逢”的因缘，当面错过。 迄著是太可笑了。我了即一段讲诶是莲花化生，我再看一下这段。恶作不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利欢喜信奥，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 六门五名受将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逆者，不处净界。这一段有三观，也是讲文明的功德利益。弥陀名号，因为一切诸佛的宣扬。 所以名满化界，善根较高诶人听到之后就发愿往生啦。啊，这是善根较深厚。文明伊就发愿往生，迄是善根较深厚诶人。善根较浅诶人，文明欢喜，听到阿弥陀佛即个名号，伊真欢喜。 伊也肯要念，但是也无想要往生西方。这无想要往生西方人是比较多比较多数，真正想往生的人无做较少。这无想往生的人，就是对这个世间也个放未落去，也毋甘离开这个世界。 贪著世间诶欲乐，但是阿弥陀佛名号，虽然伊也无想要往生，但是阿弥陀佛对伊诶加持，即、这个利益也非常舒适。即阿弥陀佛毋是讲啊，你无爱往生，无爱往生，我即个世界来，我著无爱甲你加持啊，毋是安尼。阿弥陀佛，共款是。 加持啊！当然啦、啊，你会当法官，往生西方，迄得到利益是上圆满的。咱若是在即个世界，阿弥陀佛甲咱加持，咱若是当得到利益。但是即个利益，当然无法度甲往生西方迄个利益来比。所以即是，即观啊，主要是讲即个抑无想往生的人。 佛也是感官个加持，那么加持得的利益是虾米呢？啊，你看这大家第一，临天礼敬，你念阿弥陀佛，天灵啊对你拢真尊敬，有一寡同修啊，常常感觉到家己福星多。 行到别的地方，不管去到倒一个所在，人对咱拢真轻视，啊，未尊重咱，拢看咱无起，这也是真苦恼的一件代志。别人无尊重咱，当然这是咱家己德行无够。德行要安怎修法呢？修嘅方法真多,多，真多。 在遮尔多的方法当中，甲注意讲，念佛即个方法是第一殊胜。都惊你毋肯念，真正肯念，确实是佛得威神一甲的加持。啊，这个加持，咱俗话讲保庇啊，会甲的保佑，不但人对你恭敬。 天神对你的恭敬，你心内面有阿弥陀佛。咱世间这个看面相啊，看相算命的人，讲相随心转。你心内面有阿弥陀佛，你迄个面相现出来，著是阿弥陀佛啊，迄个佛像。咱一般的人。 孽障较重，看未出来。在天良鬼神，因拢有神通，因看会出来。当你心内得念阿弥陀佛的时，阵不知不觉，你迄个相都变成佛相了。你家己毋知呀？在天灵鬼神拢知影，你若无念佛，念其他的代志呢？ 啊，迄都毋是佛像啊！当你咧念佛，啊，心内咧念佛诶时阵，当下你迄个像著是阿弥陀佛即个像啊！即点咱拢爱知影。那么个天灵鬼神看着阿弥陀佛，一般来袂恭敬呢？鬼神恭敬，迄一切人都搁看民共，自然伊对汝著恭敬。所以只要咱老老实实。 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第二十五观，会甲人加持。你若毋肯念，迄著无法度。咱念无量寿经，念佛，确实会使咱事事顺利，无障碍。 必然去摕一个什么符啊来挂咧身躯咧，抑靠好啊，这是事实的。我早起伫咧二楼，有等着一个同修要甲我托保身符、啊。我我我是来遮做人客，那保身符放咧多、啊啊，我嘛毋知。后来我送伊一张阿弥陀佛的佛像啊，放一念阿弥陀佛。啊、我甲讲啦。啊 你念阿弥陀佛啦，比你挂诶保平符更有效，啊！迄、那个效果啊，毋知要加几千万倍，啊！这是事实，但是一般人啊毋知影。啊！你心去念叫诶效果，毋是讲迄个挂诶身度有咩效果，啊！迄、那个心会相应，呢只系善行个效果，啊过去。 哦、有真侪同修啊，读《楞严经》，啊，看到《楞严经》里面啊，讲楞严咒、啊啊》啊，甲做《楞严咒》，即卖还闹有人做迄《楞严咒》啊，做衰阿下，敢那像个安尼，啊，但是迄个咒，安怎则有效呢？爱断恶修善，啊，起码爱断恶修善。 咱净装讲爱心清净，迄有迄个效果。啊，你若只感觉毋分别妄想，啊，专在做歹代志，一定研究做几领衫去穿嘛无效，啊，嘛袂甲你保庇。即点嘛，咱来怎样？啊，所以主要啊，在咱即个心，心上這個、啊，心该相应，即个有效果。那么。 咱佛门当中常常讲，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就讲你在佛门里面，你要求啥，拢得来着。但是有一点們要，咱来知影，爱努力如法求，那不努力不如法，都求未着。你那是合理、合情、合法，安尼这三步才会加持。 如果若是不努力诶求，当然啊求袂到啊！求文文利用，求即个家己诶享受啊！伫诶台湾啊，有一寡人啊，去求福菩萨，求啥呢，求拔脚啊，拔一条合彩。 求菩萨的加持，可以赢一下钱。啊，这菩萨不会干命，啊，妖魔鬼怪才会甘命、啊。像这款的求法啦、啊，这菩萨呢都不会去管你啦。啊，所以咱求呢，爱求善缘啊，唔好求恶缘，安、啊、尼才有甘命。嗯、那么这是即大家第一关啊，现主席所得到的利益。 就是天人恭敬，读文五名受将之后，成尊贵家，诸君无缺。这就是讲也无意愿要往生西方诶。但是，伊虽然无想要往生西方，也是上一步无用受惊，伊也念佛，将来来生啊，伊袂对落去三恶道。 来生一定比这一生更较好，生尊贵家，诸君无缺。即、这个诸君无缺，就是讲身体真健康，六根具足。即、啊这个四肢啊，拢真健全。啊，这就是诸君无缺，是即个意思。下面又有一句文，文字真少，只有一句。 上修书性凡行啊，这都是修凡行缘啊。凡行就是清净诶行为啊，修清净行。实在讲，咱在做每一位动修啊，过去生拢有念过分啊。咱念阿弥陀佛，毋是即世人则开始念，咱过去生都有念啊。 那么念无求往生，所以咱这一生佫得到人身，啊，咱身体也袂歹，六根也拢具足。毋管你出世在甚物款的家庭，啊，你这个身体呢，也是真健康，诸根无缺。你这一生当中，接接落来继续佫再,再来修学，即个如来的第一法门。 上修书行还行啊，都、就是只修即个法门。即、这个法门是书行当中第一书行，无比的书行。可是咱来讲哦，咱这生若是阿无爱求往生，那么这麻烦较大了。咱家己想看觅咱这一生所做的。 咱做的是善业较做，还是恶业较做？即、這个善恶业毋那是讲，恶业甲，善业，上重要是迄个意业。咱身躯无去做，喙无讲，但是心内起心动念，迄拢是业。起一个善念是善业，心内呢想一个歹念头，迄是恶业。 咱想看卖，咱是一感觉暗咧，即、这个心内去诶，善念较侪，抑是恶念较侪。啊，暗时困时阵小可想啊，咱知影、啊啊啊。咱想起来知啊，咱是认真去想啊。 非常可怕，所以来生咱一定求生净土啊！这问题都永远啊解决。待在六道内面轮回呢，永远啊这个问题得未到解决。虽然暂时啊未对三恶道，无法度保证生生世世拢未对到三恶道。请个看下面经文：恶作坏时。 国中无不显明，所有众生成我国家，皆同一心，足以定住，应离热闹，心地清凉，所受快乐，犹如罗金比丘，六气相念，贪结心者，不处正觉。这一段里面包括了四缘，这个世界。 不但是本书十条摩尼佛甲咱介绍，甲咱介绍叫做极乐世界，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大众介绍，也拢称之为极乐世界。为什么呢？诸佛世界拢是有苦乐，不显明，不显著是无好的。 地恶无好，无鬼无好，众生无好，这不显名。无好的即个名啦，西方极乐世界无听未到，不但无三恶道，连三恶道即个名称都听无。啊，显示出即个世界叫做极乐。所有众生，信我国家，皆同一心。 注意定住，这一句真要紧。如果咱若是要问讲西方世界为什么有仙有不仙，西方极乐世界那一无？西方世界拢有六度，拢有十法界。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无？西方极乐世界不但 无量度是发盖也无，伊是一真发盖。即、这个原因就是阿弥陀佛作佛的时阵，伊个原力所猎受的，伊个原力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大家拢共一个心，共一个什么心呢？ 念阿弥陀佛的心，安、啊、尼去诶，啊，你不是修仙去诶，也毋是做恶去诶。西方世界众生罪业善业感三善度；恶业感三恶度；正业感四成法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意境特别。 到伊迄大遐去诶时，阵、就、著是念即一句阿弥陀佛。菩萨去往生，也是念阿弥陀佛；，咱去往生，也是念阿弥陀佛。甚至于作生恶鬼、地狱往生，也是念阿弥陀佛去诶，刚一个因，一个因。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各，高部平等。 个道理就是一家。西方虽然是有三不九品，迄是讲你家己本身断烦恼，即无平等。可是，一切受用，即、這个受用就是生活环境，即、這个身体诶相状，乃至于神通独立，完全平等。 因丙定，过丙定，注意一定要明定一个道理。那么，你若是要想,想把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意思给了解清楚，给注意讲，顶到菩萨都无法多彻底了解。顶到菩萨都无法多彻底了解，但那我多。 了解较清楚，老实念对应个咯。可是有一寡人，若无清楚，伊都毋肯念。那么即一部无量寿经，都、就是阿弥陀佛系列的注解说明。即一部经是简单讲，若是讲较详细。 就是《大风广佛华严经》說，迄著讲啊较细、较详细咯。要过较详细一点啊，迄著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诶三藏十二部经啊，拢拢是一句阿弥陀佛的祝偈礼。那个再扩大就亲像梁叔菩萨，伫咧龙宫内面。 伊看到《华严镜咯，啊，迄、这个《华严经》偌济呢？十个大千世界未定聚，一数天下未定品，遮尔济，一经文啊，拢是解说，解说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会当死心塌地受持。 那是多声多脚，大神君的现前，你才肯死心塌地去念这一句佛号。咱伫往生段内面过去，即嘛所看着的大概真正听老实念的人啊，差不多念两三年，伊都成功咯，都成就咯。 就可以住在往生了。那么往生端里面，咱就看到真侪念佛的人，看到念佛念两三年，伊就往生了啊！是毋是伊拄啊好，念到迄阵寿命拄够呢？在咱家判断来绝对毋是啊，无遐拄好嘅啊。那我拄好讲啊，念三年啊，伊寿命拄啊够。 迄是什么呢？迄是伊点福功夫成就咯。啊，要铁早王星啊，啊，要铁早造，啊，绝对毋是讲一点三年寿命拄啊到，绝对毋是安尼、啊啊啊啊啊。那么，咱呢，即、這个功夫无成就，想要去也无法让去。 咱就有障碍。那么功夫成就诶人啊，当然，即、这个世界遮尔乱，遮尔艰苦，西方教世界遮尔好啊，伊为什么不赶紧去？啊，即大、啊、家有甚么好留恋？啊，这是真实诶。所以往往念佛啊，在佛现前诶时阵。 西方基督世界感应现前，你像咱中国早年啊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伊一生当中都看过三遍的西方基督世界啊，伊看到，但是从来啊拢无共讲，到甲伊欲往生迄阵，伊才讲出来。 往生的时阵伊、啊、才甲大家讲，用西方极乐世界，我这一生当中看过三遍，啊，这边呐、啊，这个境界个现前了，我往生的延续了。迄阵就甲大家讲出来。那么回愿大师第一遍看到的时阵，为什么伊歪走呢？伊就是要要度众生。 所以净土，这净土延续，无继续搁留在这个世，无走啊，搁再继续留在这个世界，就一个理由，就是这大家有一挂众生皆有缘啊，一劝伊，啊，一旦堕于妄心，那么在家给耽误几天啊，带几个人去，啊，带娶一挂人去。 就是即个理由。如果即个所在众生已经无缘分，无缘分就是，伊劝即众生也无要听，也无人要听伊诶啊，严听接受，这都无缘分。若无即个因缘，伊家己功夫成就咯，伊只好家己成造。啊，即个成造毋是图片，毋是修行，毋是助理。 伊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甲遐，则阁观察即个缘分。虾米时阵众生缘熟咯，甲伊诶缘熟咯，伊马上就倒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来去自由，伊来来去去真自在啊！毋是像咱，咱即晚想要去啊，去不了；啊，想要来啊，来不成啊，即、这个太苦啦，咱未自在。 啊！因地主宅，那么这大家讲，该动一心，注意定住，定住就是讲这个心未变，啊，定在这个所在。佛在经论上，把一切众生分为三大类，伊就是用定住来分，一类叫正定住，一类叫下定住。 一类叫不定珠，那么什么叫正定珠呢？就是讲，伊修行嘅方法真正确，理论真正确，伊安尼修落去，必定会正果，决定正果。啊，这就叫正定珠。伊嘅理论方法正确，无偏差，啊，也当正到高位。 那么另外一类人，一说一据的理论方法有偏差、有错误，虽然真精进，以决定为证据，这就叫下定注。刚才咱行路啦，迄、那個、方向行唔掉去，行呢？当然你都会达到目的的。啊，这是讲下定注。 第三种是不定住的人，不定的人是占卡多数，占多数，这得看伊的缘分咯。伊若是去拄到正定住的显地性，啊，那个指点，伊就变成正定住了。伊若是去拄到下地性，啊，伊就变成下定住了。那么现在。 在咱国内国外，咱看得真清楚，真清楚。西方极乐世界，迄是正中之正，顶中之顶。为什么呢？伊决定成万教佛，所以文殊普贤都拢去了。啊，这一定袂唔丢呀！积极观，咱来特别重视。 因为正定珠就是决定不退转，所以是万境三不退，三不退是微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在一般讲，这微不退、小型初果都证掉了；行不退是大型的菩萨，念不退是万教初诸，别教初地以上的菩萨。 则较较较较念不退，啊，这是三不退。但是，咱在经文内面读到，菩萨如果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伊在他方世界修学写特转。啊，虽然特转啊，伊有一个底线，有一个底线，啊，都、就是进进退退，啊，因为特到迄、那个。 对线下面落去，比如讲修行诶人，一定着初过初过就是输陀洹。那么伊要达到阿罗汉果，这个修学当中啊，也是进进退退，啊，有当时进步，有当时退步，但是伊确确安怎退，也是退到初过啊，未去退登，退来做凡夫，啊，未对着三恶道，啊，这就是。 位不退，啊，有一个底线。那么像大行王道、菩萨，正着念不退了，啊，已修个初住位。那么为初住，搁修习个二诸三住。有当时啊，呢，为即个二诸三诸呢，搁退倒登来初住。啊，但是伊为退到初住以下，啊，甚至伊修到十行位、十回向。 一退转啊，退到初资了，但是因为退到初资以下，所以初资是一个底线啊，每个月退落来啊，这就是虽然净掉三不退，像完到初资菩萨净三不退了，但是也无完满啊，虾米人？ 这个三不退叫圆满呢。如果方便来讲，八地菩萨都可以讲是完整三不退了。为什么八地是不懂得决定未退？七地以前拢是起起落落、进进退退，到个八地未退咯。若是要讲到究竟圆满，迄是要到顶果菩萨，即是。 真正究竟圆满的三不退，净土中一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伊也是证完成三不退。即、这个确实是难信之法，所以学教的人著、就是学经教的人，毋相信。 教中有真侪真侪大法师、老法师，那讲到这个就害头啊！伊唔敢相信，伊讲，黑不那有遐尼便宜的代志，啊，一身的罪业，念几句阿弥陀佛，往生了，啊，忽然间就甲背地菩萨讲法，啊，我唔相信这个，啊，真诶唔相信。 所以，宗教学儒教的人，儒毋相信。所以，佛讲难信，真难信啊！这个法门啊，真正难信。可是，咱读金《金刚经》，《金刚经》佛甲咱讲。讲如来是真如假，是如假，如如假，不讲，不讲如假，不讲如假。这就是讲佛甲咱讲的话。 绝对袂骗人啊，拢是真实，啊，伊也袂讲了过头去，啊，也也袂讲无够，啊，事实安怎，伊著是讲安怎。那么，往生著完成三不退，啊，这是佛在经上亲自甲咱讲的，啊、就是，咱爱相信佛所讲的话，啊，著是金刚经甲咱讲的，啊，咱爱决定相信。 性忍量，那么佛所讲的，迄绝对毋是假，绝对毋是咱凡夫智慧境界，所以当推测的对，咱想袂到的。所以这是西方世界无，唯独西方世界殊胜，这是绝胜诸佛，就是伫遮。那么这件代志，我一代书在弥陀经要解内面。 功德真相是，啊，一关则是讲西方记录世界人日常的享受，因离热闹，心地清凉，所受快乐犹如路晋比 q 这个路晋比 q 是阿罗汉，阿罗汉见素烦恼，拢拢断尽了。那么这种快乐。 咱也无法度想会到，啊，因为咱要无断见思烦恼，咱体会袂到，啊，讲也讲袂出来，除非咱家己也证到即个境界咯，才会当体会着。但是咱也是仔细去甲想想诶，可能也会有一点仔体会。啊，咱凡夫拢有苦恼。 啊，有烦恼，你个想一个人，伊迄个烦恼呐，拢无咯。确实啊，是真自在啊，真正诶快乐。所以修行，四过罗汉，有啥物？进着涅盘之后，伊都入面呢，迄著是涅盘啊，真正快乐。 伊去享受即个乐乐，伊无愿意甲即个境界舍弃掉，所以佛即个枭雄的人，讲自立、自了汉，毋肯度众生，毋肯去理他。西方极乐世界纯粹是大圣菩萨，虽然即个菩萨在一切世界相共诸佛。 下化众生消息啊，伊毋是像孝行啊，助利啊，伊也是要降伏啊，度众生。但是伊家己即个境界，家己内心的享受，绝对袂卡输罗金的 BQ，这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欲起相念，贪结心者不处境界啊，这是讲因离离极。理 这个利集，就是人五集、幻五集，这是阿弥陀佛微神加持。凡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众生，当然，咱特别爱注意的，就是凡圣同居土的众生。咱升到西方世界，拢拢是凡圣同居土，啊，这跟咱关系上密切。 到迄个地方，五级、八级拢无咯，这是佛力加持。如果若是干阿要靠家己修行，证阿罗汉果，五级都无咯。证到圆教诶菩萨位，像华严经上讲诶发心大事迄发五级，则断掉，这拢是相当无简单诶。 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都得着。请个看下面经文：我作佛时，成佛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心定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 善谈诸法必要，率经行道，遇如精声，若不念者，不处境界。这一段里面有三观，第一是三十二观，金刚那罗延心观。咱世间人拢心善，金刚不坏心。 啊，形容咱这个身体呢，那亲像金刚、啊、不坏身呐，毋知要偌好。金刚不坏身讲到实话，伫咱这个世间找唔到。幽又名无实，即书是天上的金刚力书。这个金刚纳罗岩啊，是指天顶啊，天顶啊，有一种天神啊，叫做金刚纳罗岩，著、就是金刚力书。 即大家经文是用天顶诶即个金刚那罗言来做披露。西方极乐世界人身体，确确实实是金刚不坏身，这是真诶毋是假。原因呢，西方世界即个尘土是为色所变，这是为色中内面。 讲得真清楚，咱即个世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即六尘啊，或者讲四代地水火风，即是讲物质。即基本诶物质是安怎来呢？是咱阿兰亚识诶相分，迄、这个阿兰亚识都是真诶。 就是有违法，是啊，咱亚是这相分啊，变出来。那么下面叫做有违法呢？就是有性别，有性有灭，一去变化，这都叫做有违法。啊，你看在笔法里面，八识摆在有违法里头，第一个项目。啊，这东是有性有灭。 有生有灭，都毋是不生不灭。所以，咱人、动物有生老病死，啊，这都是生灭、生灭的现象。植物生住一灭，咱看这个花啦、草啦、树啊啦，这植物啦有生住一灭，有即款变化。 啊，火呢，会下去；啊，一开花也下去。即第不有即款现象。矿物有形主外空，啊，矿物啊，包括咱即个地球，包括即个太空当中所有即个星球，啊，这有形主外空。所以连即个地球、星球都拢有形主外空。 甲末我那会派去，啊，这个星球我那爆炸，啊，那是要去到找金刚不坏身呢，啊，找未着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伊迄个地方有金刚不坏身呢？不但西方极乐世界人是金刚不坏身，伊遐所有一切万物，所有一切物质，拢是金刚不坏身。原因著、就是。 伊迄是法性土，咱即个世界是属于法性土，法性是为识所变，法性是为咱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啊，性不性不灭，法性是有生有灭，有性灭的。啊，真如本性是不性不灭。 伊是属于发性土，即、这个原理著是叠加。有了不生不灭的金刚不坏身，当然著成就坚固之力。这就是讲伊即个身体即个作用，身顶该有光明教育甲佛同款，佛顶有光明，心有光明。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个人，即头壳顶、身躯，拢甲佛共款，一放光明，成就一切智慧。即智慧有两种，根本伫甲修得伫，同时得着。有智慧，智慧的作用，就虾米呢？就是变才，无碍变才，无边就是无碍。 智慧圆满，善谈诸法必要。诸法是指说出世间一切法，必是亲笔。注意爱知影，佛门内头无秘密，是亲笔。这个力真亲，毋是咱浅下嘅人，所以当理解叫做亲笔。要的是精要。 像这一步，无量寿经》就，著是三宗十二部当中诶精要、诶必要。说经行道，说经是念教，行道是行教，做这个样，让大家看。语如惊声，各副赶快。在这一关里面，咱来特别注意，让自己得 即款殊胜诶，法文无比诶，的利益，各自己成就咯，非常庆幸。如果无甲即个法文介绍互别人，咱就对不起佛，对不起历代祖师，祖师一代一代传到咱诶手头，啊，到过咱家个断去咯。即边呢会当对得起祖师大定呢。 一定要把这个法继续传下去。那么要甲传下去，即台刷经行道了，刷经行道，有的人讲我未晓讲经，我毋是讲经的材料、啊、你看这一关，这一关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是未晓讲阿弥陀佛一加持对晓讲。现在问题就是。 你不是，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佛的加持了？啊，文德，文德呀，这个家。你那管理好好加持，或是必定加持了。可是想要得到如来的加持，爱、啊、用什么方法呢？佛心清净，佛心慈悲，啊，咱家己也都要修清净心。 慈悲心，安尼佛的力量都加持会丢咯。心无清净，佛、啊、加持未掉；心无慈悲，佛想要加持也加未掉。所以一定爱修清净慈悲。这清净心、慈悲心，用什么方法修呢？读经、念佛，即、啊这个方法都够咯。 咱中国俗话点啊讲，讲读书千遍，句意自见。啊，这个只读一千遍啦，意思你家己自然就会明了啦。为什物读一千遍伊都明了呢？心定落来了。啊，注意啊，爱八一个道理。定能生辉，定一对生智辉，意思都完全明了咯。 所以古早人讲，一经通一切经通，你若通一部经，所有诶经典啊，拢通达。不但佛法通达，连世间法，你无一项未通达。啊，为什麼会通达呢？著、就是你即个經心清净咯，一切经拢是为如来。 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你的心跟佛的心同款，佛所讲的拢是自己的物件嘛？何哪有未通达的道理呢？特别是这个法门，伊所修的是清净心，心净则土净，净对象清净平等觉，可是诸位爱记？ 清静心著是平定心。咱看人、看书、看物，未平定著无清静。像水共款，水清静诶时阵，伊是平诶，伊未起扑浪；起扑浪未清静，在无起扑浪诶时阵，平诶。平定决定是清静，清静一定是平定。 这个非常重要。学佛要为多学，就是为即大家学。所以一切顺境逆境，境就是物质的环境，缘是人事的环境。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拢是修行人的道场，拢是修行人真正嘅善知识。那么，这些人来折磨。 咱心要哪要哪会当得到清净？要哪哪一档得到平定呢？所以讲，离开社会，离开大众，去深山、九洞内面修行，啊，修一百年，这个心敢若真清净了。啊，但是如来多次行一桩，啊，这个心就个没用的了，啊，就个乱起来咯。啊，是不哪样个呢？ 所以，会晓修诶人，伊知样？知样要安怎来成就家己？爱晓修诶人，可怜，决定对什么都。为什么呢？万天有灵啊！这个头脑里面在讲在想啊，这个人啊，对不起我啊！这个环境啊，叫你卖。万天有灵，天不平啊！万天有灵。 哪有违对三不道的道理呢？这是更难义动修真正发心，尤其现在图像念佛，会使讲真方便比古早人方便太济了。古早人那么念佛，拢是爱去念佛堂，依仗靠脚啊，天天无当提起。 咱即边诶人会使用念佛机啊，在身边时时刻刻都会使提醒咱来念佛。那么读经拄开始咧念，都爱看经本啊。咱无看经，咱诶经文无熟，咱无法度通念啊。但是你若念较熟，毋免看经本。啊 但是也无学以前啊，汝一天来当念八遍十遍啊，看经啊念八遍十遍，那么其他的时间毋免看经，会使用即个录音带啊。咱即摆录音带呢，有做即个读诵的啊，读诵的即个录音带啊。我那有做这个福建话闽南语啊，我即主要来，我那有加两种来啊，第一台湾呢有两两种的速度。 一种是两点钟久诶，啊，两点钟啊较慢。咱嘟嘟开始要来上即部经啊，要无熟，所以用两点钟啊较适合。如果咱若是读得较熟，就使听点半钟啊，点半钟啊就较紧一些。啊，你一讲啊，看经啊，啊念咧八遍十遍，那么其他有时间啊，就免看经听。 啊、听即个录音带，啊，带录音带来念安尼会使。那么希望咱家同修啊，啊，这个福建发心、啊、来录、啊，啊，一一点钟啊，一点钟个用你是用个福建啊，录、啊、速度录较紧录一点钟。 安尼，咱三种速度就都拢有，两点钟、点半钟、一点钟诶。然后三种速度是比较比较理想。那么，咱动手拿发心来录啊，对咱家的老菩萨，相信有真大诶帮助。因为恁在地诶人啊，来上可能叫逐个听较有。 在台湾上呢，大家可能大家这个腔口可能有一点仔差别，所以我查过来，大家会使做参考，啊，会使先先来发心嘛，读看嘛，啊，这对年纪较大诶老菩萨啦、啊，啊，有真大诶帮助，会使重新搁来录，也也会使，啊，你录三种速度，就是两点钟久，啊，点半钟久，一点钟诶。 希望咱同修大家来共同发心啊！那么这个录起来呢，这個、就真方便了。所以这个经呢，念三个月啊，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啊，都会熟啊。那么熟呢，差不多一点钟啊，对，让念了一破啊。这個、经呢，念久。 即个心真正啊，念定落来。啊，那么心啊，定落来，个注意讲，业种的消毒。什么叫业种呢？妄念就是业种，妄念无咯，业种消毒咯。业种消毒，舒舒的如意。你做代志都无什么障碍啊。咱个再看下一段，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生五国家，究竟必至一生报处。即一观一生报处观，希望动手，特别注意。这是阿弥陀佛开佛咱的波端啦，保证保证，咱一定得一生报处。这个一生报处是愿教的一生报处。 就是观世音菩萨、大世至菩萨、文殊普贤，甲因的地位完全同款。正着因的高位，即、这个经上讲得真清楚。所有众生，伊则无讲，凡生同居土度化，无即款讲法，无安尼讲，伊也无讲下下品往生度化。 即无安尼讲，啊，那么无安尼讲，迄下下品也再来，啊，即、这个咱看着着真安心、真欢喜。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着究竟不疑，一生保错。啊，你看即四字完全肯定，一点么怀疑都无。换、啊、一句话讲，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一生当中必定成佛。 一生保持的是圣佛，度其本愿为众生国披红涉海，教化一切有情，激发信心，修菩提行，行普贤道。四十八万来面看到家，又个看到行普贤道了。随心他方世界，应离恶处。 行傲说法，行傲听法，去现神教，随意修习，无不完满，若不念家，不处正界。那么有一类众生，慈悲心真重，无希望家己早成佛，希望家己赶紧去行菩萨道，去度众生。进到什么程度呢？ 你去往生，甲阿弥陀佛见一个面，打一个招呼，甲阿弥陀佛讲，我希望要赶紧去行菩萨道，啊，要去度众生。啊，那么阿弥陀佛呢？点头啦，好啊，你就去吧。安尼陀会用诶啊，见个这么见，啊，就是甲阿弥陀佛见一个面。 啊，打劫招呼滑头啊，啊，各等来这个西方世界度众生。那么去个阿弥陀佛一见面，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啊，这都、就是即一段经文，所以有人真着急啊，急要去度众生。为想讲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个遐呢，毋知得等甲多一生多一劫，啊，则有法度。 等来咱即个世界大降生，啊，有诶呢，考虑着即个问题，殊不知，西方极乐世界真正叫究竟圆满，阿弥陀佛真正慈悲，真正加持你。你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伊见一个面，打一个招呼，报道一下，啊，安尼著会使。啊，然后呢，毋管你去到多一个世界，拢会使。 这都讲伊这是阿弥陀佛伊个本愿那么阿弥陀佛也加持，那么即个往生的人啊，以后即个观要教化众生啊，要赶紧去度众生。像即款的人，咱也看着真侪有真侪出家法师，伊讲买求往生西方净土，伊来生要不再来做人。 做人要过来出家，啊，出家做法师来讲经说法度众生。那么这个关系真好啦，非常难得。啊，问题就是来生是不是会当得到人心？这个是大问题。啊，后出世是不是也过当来做人？啊，是不是把？主要是这个问题。 如果那是讲来生，要搁再来做法师，教化众生，上安全、上保险，著、就是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去到遐呢，加阿弥陀，啊打个招呼，马上对在回来啊，啊，立刻对在生完再来，这叫这叫安全，叫保险。 这叫保险，才可以住啦。如果那是无到西方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想要弯这个弯，非常困难。为什么呢？这个世界众生是业力,力受生啊，咱来人间投胎呢，是这个业力,力啊，牵引咱来的。你己家己无法度做主。 即个是事实啊，即一点咱总是爱清楚，这非常可怕。做人有法度人做主啊？啊，这不是讲啊，你来生想要做人，著会当做人，著爱看你家己做诶是毋是有符合做人这个条件。啊、那么即个条件呢，要以经典做标准。 啊，未使想讲我家己想讲我有法度来做人，啊，对当来做人，啊，家己家己诶想法、家己诶标准也不尊神啊，无准啊，守，按佛经诶标准叫准守啊。所以即个事实，咱来知影。啊？即、这个话呢，这毋是，这未使讲好听话啦，这是事实。所以讲一定爱求生西方。那么即一类。 啊，真正是大慈悲心一类人，伊愿意先去帮助众生，啊，伊家己成佛较晚一点啊，无要紧，像地藏王菩萨共快，啊，像地藏王菩萨呢，伊家己买成佛。伊要先度众生，伊所多诶，这学生，逐个拢成佛咯，伊也咧做菩萨，啊，伊也无所谓，啊，永远呢做这个菩萨为买成佛。 那么在西方世界，这款的人啊，真多，啊，像地藏菩萨同款，专门啊去教化众生，教化一切有情啊，这就是教化众生。下边这是教化目标，啊，教化总是要有一个成就，啊，那无跟他讲教化，教化是有教化都无效果，啊，迄度白费了。 那么在提世间话来讲，就成绩啦，教化嘅成绩。啊，你伫遐教化，爱做出成绩。如果拢无成绩，啊，这是白费。成绩即搭有三顶，初顶的信心，令一切众生皆成信心，这是初顶。你方法利生，会当教一切众生对于佛法。 升起了信心。第二定的呢，已经修行，啊，这就较高了。佛缘修行，修菩提心。菩提心是虾米呢？菩提是觉，行是行为。伊的思想、见解、行为，拢隔离不灭了。这是第二定。 第三定的呢，是行普贤度系相关的咯，就是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都归极乐啊，修这个法门。那么换句话讲，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是属于第三个啊相关的这个成就。菩提行，这是大乘法。 修学一般其他的大乘法门是中定；对于佛法生敬仰之心，这是初定。然后求生净土是普贤道，普贤菩萨十大元王度归极乐。那么以教化众生，有这款的成就，有这款的成绩，啊，或当然的、啊、加持，随生他方世界。 他方世界有六度，伊毋管在多一度教化众生，伊都爱现迄一度诶心，甲迄一度诶众生啊，迄、那个身躯完全共款，啊，爱甲众生啊现动内心，在人道都爱现人心，在五鬼道都爱现鬼心，啊，你像咱即个做佛书放焰口。 在岩口台对面啊，供养一个招明大师啊，一个鬼王啊，啊，用只古呀，迄、那个招明大师，迄是啥米人呢？迄是观世菩萨化身呢、啊？观世菩萨化身啊，去五鬼都度遐个五鬼啊，迄台献五鬼心啊，叫我去都去度伊。 那么地藏菩萨，咱大家拢知影，啊，伊讲地界，迷空舍不成佛。啊，地藏菩萨要度地界个众生，伊著爱献地界心，啊，照法度去度迄个地界个众生。所以，伊在六度，啊，看伊在多一度，啊，著爱献多一度的心。啊，虽然一献六度心。 伊这是实现诶，伊毋是像咱众生啊，底遐的受罪，伊、啊、是实现。所以讲因离恶处，伊也是实现诶，啊，唔是讲真正对著三恶多，这著、就是像《普文品》里面讲诶，用意什么心的多，伊，对当实现什么款诶身份去度众生，即、这个主宰。 那么以道众生，有几啊种方式啊？或者是说法道众生，就是伫咧台顶啊讲经说法；或者是现听法，听法是对什么？听经诶啊，来听经啊。即个听众当中，要真皆是菩萨啊，菩萨来做影响众啊，可能注意。 啊，边啊，你坐的呢？可能无一定是菩萨，啊，化身。啊，菩萨来做英雄将。啊，所以菩萨呢，要实现天经。啊，这欢喜听法。实现成就。啊，成就范围非常宽。那个讲较浅的，就是主宰能力，显得快乐主宰啊，和一切众生看着。 心内生恭敬、生羡慕，一定会向伊请教。啊，我日子过到遮尔艰苦，汝为什么遮尔自在快乐？伊著是用即种方法引起别人来甲问，啊，然后再来伊。这拢是属于信教，随意收拾，无不往外。 所以，咱从即一观来看，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舒适，啊，确实会当叫咱安逸，找未出缺陷。我再看下一一段：恶作不食，生五国家，所食饮食衣服种种穷苦，随意即止，无不万万。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念者。 不处境界，这一段里面有两段。正面一段是在讲，也是咱非常向往。因为在这个世间，可以讲，予感觉上痛苦的，都、就是生活。生活紧张，生活不容易。多一个人，不是甲大部分的时间用在。 苗生挖顶面啊！一工为了三顿，为了生活，来得奔波，来得操劳，这真是苦不堪言。啊，可是又个无办法，衣食住行，一工都未使无诶。啊，爱真辛苦去经营。如果你若感觉即个代志真艰苦，有一个地方毋免经营。 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你所需饮食、衣服、种种穷具、将是供用，就是讲咱生活上所需要的、所享受的，随意自己啊，无需要经营啊，应念现前，这一个功德利益，确实是从世界拢找未着。 熟一得一，熟十得十啊！你想三呢？读三，请个你的身躯啊！啊，也免去采风，也免去即即即个即、這个去扭身躯啊！啊，去直播迄拢毋免啊！你想要食物件，物件著现钱啊！念头一动，就一切需要物件著现钱咯。所以在西方世界，物质享受决定。 未缺乏，逐项都圆满。看你要想些，都有什么？那么 <coughs> 实在讲，即种圆满的道理啊，咱即码科学家也捌了。啊，理论上伴，事实上也做未到。理论是甚么呢？就是能量甲质量，会使互相转变。 啊，科学家已经有发现喽，能量可以甲转变成物质。啊，那么那是能量一旦甲变作物质，那就享受袂尽喽。能量是真空偏活界，啊，但是要安怎甲能量变成物质？啊，物质个化成能量。 像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发明的。啊，甲物质解放成能量，但是如何不过甲物质，这个能量变成物质呢？这个是科学家呢，理论上知影，但是毋知要怎变化。啊，知影是有可能，但是做未到。啊，所以。 阿弥陀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有能力把这个能量变成物质。欢喜变什么就变什么，迄著受用不尽。啊，可以变成食物，咱咧食嘅物件啊，可以变成衫来穿，啊，可以变成金银珠宝，爱变什么就变什么。无爱咯，无爱伊著佫化成能量，著无去咯。 啊，你啊，毋免讲即物件呢，去甲用仓库堆起来，毋免无爱，伊就发无去；爱伊就个变现出来。啊，咱今日讲科学发达，抑无法让发达噶安尼。啊，在西,西方叫世界，咱即个世间诶科学要甲西方世界来比，迄未比诶啊，这是讲迄边诶生活状况。 实际上，佛在下面经文讲得真清楚：西方极乐世界人哪有需要饮食呢？连咱三部世界、十界天以上的天人，都免饮食了。饮食只是欲界才有，欲界有五欲：财食、灵、食、水。啊，不加不困。初禅以上，一顿免了，啊，免食也免困。 伊是先挖为伊毋免困毋免食，伊用香灯来支持。那么西方叫世界难道比未到世界天林吗？实在讲啊，比诸天是殊胜太侪咯，超过太侪。那你为什么阿弥陀佛也不够甲咱讲即等代志呢？ 即个代志是为咱来讲诶，咱伫咧欲改时间太久咯，有即个习惯，所以呐，拄拄往生到西方啊，过一骹久啊，就会想到爱食饭咯。啊，那么想到呢，即、这个物件就现钱啊，迄饭菜摆咧面前，那饭菜摆咧面前现钱诶时阵。 都想着啊！我即嘛都已经伫西方旧世界，这都无需要咯，不免食咯。啊！想无爱呢，伊些物件都阁化无去啊。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咱的习气啊！咱一般讲习惯性啦。咱伫遮食三顿啊，食到真惯性啊。拄拄到西方呢，抑是一想着食饭啦啊！所以有即个习气啊，但是即个习气，即、这个念头真重啊！ 一物件的现钱这是嘟嘟开始往啊啊，还有这个、啊、是到那是去时间较久的，这个都了啊。不过这个饮食钱、啊、这是非常舒那么第二关讲西方世界人把讲无代志做啊，也免工作，也免上班。 什么代志都拢无，伊每工就是念佛啊，这个上经啊，供养诸佛、啊，到时阵啊，讲经说法啊，或者是听佛讲经啊，拢是做即个代志。伊除了即个代志之外，无别项代志，逍遥自在，而且活动诶范围是真虚空遍法界，毋是干那一个。 掉落世界，是经常不断去十方诸佛下去供佛、去拜佛，拜完了后回来，才果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这是因的生活状况。那么见佛当然来带一点么礼物去供养佛的，这是表示一个意思。诸佛决定接受，十方诸佛。 用念修其供养，你去供养，唔管带什么款嘅礼物，一切祝福，拢欢喜接纳。你即大家一动念头，佛伫诶遐呢都已经接纳了，即、这个真正自在。咱伫诶即个世界，想要供养一尊佛都供养唔着。到西方极乐世界是遍供。 十方一切诸佛，且看下边经文：恶作会时，各种万物，严净功利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清量。依诸众生随其天眼，有灵辨其形色，光相明数，极众宣说者，不出正界。 即一段是说明西方这个世界环境的状况。提咱即卖话来讲，就是物质的环境，各种万物，染是庄严，净是清净。咱即个世界无清净，一讲若无圣窟，啊，像热天一讲无圣窟嘞，都吵了。那边会清净咧，啊，多啊呢？ 那么取得拉萨，西方叫做世界清净，庄严是美好，光是光明，丽是华丽，形式殊德，壮丽精妙，绝对不是一般世间所有的。那么有人会讲啦，讲咱这个世间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拢是讲究生活。 简单朴实，为什么这福菩萨也叫尼享受呢？好像是真无道理。即点咱来知影。咱世间人嘅享受，是要用精神、要用财力、用物力去经营，才当得到享受。咱世间一般嘅、这个人啊，即个。 修行较悬诶人，伊超越世俗，伊甲大自然合一，伊所享诶啊，著是清福，伊享受清福。伊在即个世间啊，所食、所用诶呢，啊，拢真欠，啊，袂浪费，迄是。 啊，这个修行较悬嘅人啊，啊，逍遥自在，诶、啊、心地清净、啊。那么，在咱即个世间讲究即个节俭，这是对。啊，因为咱即个世间、啊、所有物件呢，要得来真无容易。啊，你像咱食饭啦、啊，迄一粒米啊，要变成饭，都爱经过偌侪手续，啊，偌侪人工。 啊、咱咱叫话讲，食到即粒米，啊，所以袂使浪费，啊，爱悭、啊，因为即拢是人辛辛苦苦去咧经营，啊，那么咱趁钱呢，嘛是真无简单，啊，真无容易趁。啊，所以即、这个，讲即个逍遥低俗，即欠即是对的，啊，在咱即个世间讲是对的，但是诸位爱记啊。 西方了世界，即种种仪仗庄严，伊也无需要经营，伊无起心动念，讲我要住什么款的厝，啊，要爱什么款的，伊一切是用自然的，自然现前。咱即个经经文较少，讲较无详细，密道经是更较简单，讲详详细就是《化验经》。 华严经讲，譬如家那佛的生活状况，为第一关，甲第十二关。十二关的上半关，总共有十一卷半的经文，拢拢是咧讲佛的生活状况，讲佛的享受。所以过去的人讲啊，讲无读华严，毋知佛家的富贵。啊，即、这个佛的享受，佛的富贵，咱天上人间。 无法度通去解比啊！伊即个富贵为倒来，性德嘅流落。换一句话讲，一本来都有诶嘛，本来就是安尼。咱每一个人本来嘛有啊，毋是做作诶，啊，毋是像咱遮即个世界啊，爱种种去经营，伊，也毋是。原本啊，就是安尼。 只有真侪人毋知影，即系产生即个误会。啊，伊讲去菩萨呢，啊，都教咱著爱逍遥自在。即摆讲西方旧世界，奈个讲到遐尔享受。啊，即、这个原理著、就是，迄搭遐是性德嘅流露，甲咱即个世界无共款。那么西方世界是完全是自行变现出来。啊，可以讲是性德圆满嘅显现，圆满嘅流露。 伊诶庄严超过了华妆世界。地主众生，即是讲西方极乐世界迄个人，因有天眼，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骗知。个人有遐尔大诶神通，有遮尔大诶神通，若是要叫因讲西方极乐世界庄严，伊讲不出来，为什么呢？ 种类太多咯，无法度计算。上好输掉，说不能真。像石桥万里去，甲咱算算，也只是亲像大海当中的一滴水滴啊，亿万分之一啊，希面啊讲会真？请我看下面经文：我作坏时，各种无量色事，过去必先有损。 道场数过数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圣君大者，一明了地，欲见诸佛正觉庄严，适宜报属干见，犹如明镜，多其面上略不念者，不处正觉。即、这个树啊，树木花草，不但咱中国人介意。 像咱新加坡啊，真在树木啊，这个树啊真好。连即、这个，台风世界改人，咱即马讲划太空诶人啊，伊嘛介。即树啊，若好呢，咱若若热天啊呢，咱都会感觉到啊，树啊较热诶所在呢，伊就较凉，有诶树荫啊，咱若来避下树啊较。 为树荫的所在呢，真凉。啊，你这个厝的四边有大樟树啊，热天啊，原来袂真热。因为有树荫。啊，如果若无树荫的所在呢，空空啊，迄度真热。所以即个树啊呢，毋管多者世界的人呢，逐个拢带，啊，逐个拢爱。那么阿弥陀佛对于即一点，伊也注意到了。 所以西方钓世界树木非常侪，啊，这树木确确实实的，是真好。所以这个树木是愈侪愈好。那么西方钓世界树啊足侪了，啊，无量的色施，波斯周边机国。啊，这树啊，在西方钓世界呢，到处都有，果学必先有损，这、就、讲、是、的管道。 啊，油船是印度计算长度诶单位啊，这就真宽真宽喽。道场输高啊，即、这个道场就是阿弥陀佛迄个江藤啊，江藤外面迄个树、那个、啊，迄个悬度是四百万里啊，咱就看，看了咱就呆去咯，迄一长树啊，四百万里啊，差不多咱地球各位牛马无四百万里。 黑长球啊，吓你管！黑球啊，那叫你管呢？啊，主要怎样？西方迄个世界呢是真大，啊，人啊真大。啊，你看咱常常个戰面讲：阿弥陀佛心金光明无 啊！碧空万转五殊密，甘木定清，四大海。啊这个、阿弥陀佛，目睭有多大呢？啊，比咱这边太平洋较大、啊。那么阿弥陀佛，这目、个、白当中啊，啊，那两个目白门有多大呢？啊，那两个目白门拱起来啊，有五座须弥山遐尼大。 为遮这个想啊，要知影那个树有偌大？如果这个树啊，若无四百万里，那么现你戴身上，像咱家个树啊，啊，这个西方世界人看，就干那看一丛啊，细啊丛个草啊，啊，伫脚底水长细丛草,草啊，干那像咱家看这韩国草，啊，细啊丛个。所以树啊呢，四百万里，难怪想功。 战斧机内面啊，战战斧迄个形状遐尔大，遐尔悬大，大概也多爱四百万里啊。这叫成比例啦啊，所以咱袂使用咱即个世界即个身宽啊来来做比例啊。啊，以西方世界迄搭遐个人身宽来做比例啊，你着感觉这四百万里呢是应该遮尔大，就敢若像咱遮看即个较大丛诶树啊安尼。 啊、这叫复合啊，这个比例就差不多。讲诸菩萨中，这个菩萨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西方世界就是一个法界，菩萨法界，龙龙菩萨。这个菩萨唔是普通的菩萨，普贤菩萨，普贤菩萨的法界。咱在《华严经》上读到，无修普贤行。 未当完成佛多，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人拢拢修普贤行。那么，咱可以会当断定，从初信位到顶格五十一个阶级，拢拢是普贤菩萨，啊，是修普贤行的。谁有显君劣者，即、这个显君劣者就是讲修信位的菩萨，即是讲即个。这个 听较低诶菩萨，即、這个成棍率，因也拢会当了知啊啊，這个情况因也拢知影得真清楚。哎、啊、呀，这是讲手啊功德不可思议哦。欲见诸佛正国庄严，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咱、啊、也想要看咱三部世界啊，咱、啊、以前大即个故乡。 啊，像看咱这個地球啊，咱来往行到西方啊，不过看新加坡即个所在啊，迄树啊呢，伊都现出来啊，即个像就现出来，敢若像咱看电视共款啊，即个对人啊，即个即个种种诶情形，拢看较清清楚楚啊，绝不可思议啊，西方植有插图。 你若想要看多一个世界，要看多一个地方，迄、那个树啊，伊著现出来，互你看啊，这球啊有一款诶光点啊，所以讲适宜保数干结，犹如明镜倒其面上啊，这种、个、看啊真清楚啦啊，刚刚咱看即个镜咁款，啊，面对面安尼看，看啊真清楚。 啊，不但看见即个境界啊，现在即个为面上啊，你要看过去也看得着啊，要看未来也看得着啊，过去都已经过去了啊，会当过看得着啊，未来要到，啊，也当看得着啊，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啊，拢拢看得着啊，所有诶人啊，所有诶代志，拢拢看得着。 所以，迄、这个地方的人确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灵。咱即个世间，大家听到宗教人士赞美上帝、全知全灵，上帝无一定全知全灵。咱即嘛看到西方世界即菩萨，确实是全知全灵，不可思议。我作佛时，所知佛在，广博严净，光明如镜。 乞教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道者生虚有心，绝不逆者不处正德。即一段原文可以讲《依法言经》上所讲诶四无碍法界，完全相同。啊，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无障碍法界。 五种爱里面最足以代表诶著是大势汹涌、攻击主宰啊！所谓盖住的素面，迄、这个盖住的盖菜籽啊！啊，你看菜籽啊，几条仔件，迄一座素面山啊，遐尼大呢，甲堆咧迄个菜籽内底。 迄粒菜籽也无缩小，也无放大；迄座苏米端呢，苏米山也无缩小。迄爿啊，堆会入去，在咱一般诶感觉当中，啊，即较大诶呢，会当堆较细，啊，较细，本来我当堆较大，诶。啊，即咱想未通啦。但是这是事实，这是华严诶境界啊！即款境界叫做。 殊殊无碍境界。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安尼，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啊，这个阿弥陀佛所住的佛刹。啊，也是咁款殊殊无碍，光破严净啊，光破就是光大庄严清净。 光明路径，这一句极其形容世界清净光明。因为西方世界种种诶物质，家己拢放光明，所以即个世界也叫做光明世界。无需要借着日月灯火来照明，伊遐无一将物件袂放光，所以是光明世界。 贴教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即是讲西方极乐世界诶，光明确实是照进虚空骗法界。那么西方世界因若是袂当照着，注意甲想看，这西方世界境界上，本来会当在西方极乐世界出现呢，会当出现在西方极乐世界。 可见，以这个光明是骗角，众生多角，生起有心。啊，那么这下问题来了：佛光骗角为什么那么见着呢、啊？过去、现在见着人有，啊，确实有人见着。为什么大多数人见未着？啊，这毋是佛光有障碍，是咱家己有业障。 障碍掉了，啊，像咱历史啊，用功破教，啊，但哪个聊几句胡说，买互酒，啊，这著无法度了，啊，即个问题啦，著是伫咱家，咱家己有即个业障啊，即个佛公啊挡掉咧，啊，买互酒，即业种是什么呢？讲较简单呐、啊，一个是烦恼种，一个是所知种。 这两种障碍，烦恼跟所低，把咱的清净心失掉了。所以念佛、读经，以这个妙处，伊的作用，都是要破除咱两种的障碍。不但读经念佛的时阵，烦恼不生，所低。 这个所知障也不生，这个心在清净，心清净了，各佛的国度都感应到交，所以见着佛光，确实生起忧心，忧心是真正成就，啊，亲信七观，啊，这是啊念佛已经这有信心了。 那么，为这个家人就知影阿弥陀佛佛讲啊，西方叫世界净土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啊、请过看一面，我作佛时下降地界，相至虚空，经典、楼观，地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 该修不行，若不念者，不处正觉。那么前面咱只看到西方世界是无量珍宝所成的，啊，即大家咱够再看，不但有一个珍宝，但即个世间诶珍宝有光，啊，无香，啊，像这金啊呢，有迄个光彩，但金啊呢，无香味。西方叫世界珍宝，有光，又个有香。 啊！滴香光色，香光是代表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嘅宝香，花粉十方世界。那么佛光有感应，这个宝香也有感应，在一般讲，这个宝香嘅感应比佛光呢比较较济一点。有真在动手当中，有闻到这个异香。 啊，都披到即个旁味，那么即个旁味，毋是咱即个世间啊，烧诶迄个香，毋是迄款旁味。啊，平常啊，毋捌把披诶。啊，真香诶，即旁味，啊，有真多动手啊，有即款经验。那么即款什么情形呢？一般讲啊，有两种，一种是西方叫晒干香，另外一种是。 天灵啊，心香放的这个香啊，比如讲你伫遮上经念佛，迄天顶诶天灵为遮经过啊，伊看着啊，伊也欢喜赞叹，在遮暂时停留啊，听你上经念佛，伊身躯啊，天灵身躯有即个香味啊，你鼻着的香味啊，就是天灵啊，迄身躯诶香味啊，那,那么即东西。 随象，那么像若是有即款随象，咱来用什么态度呢？啊，咱来用平常心，用平常心啊。来看待就好。啊，所以毋好。咱若披到什么胖啦，看到胡讲啦，毋好到处去讲，啊，好好奇啦。 那么这款呢，随用啊，卖随便人讲，啊，保持咱家己个清净心，这个较重要。实在讲，咱一般个人信心无定，所以佛有真挚光明啊，保香未互咱披着，未互咱看着。为什么呢？咱若披着了后呢，你会发狂啊！啊，或是加咱心定落来。 啊、这就闻到即个香，啊，人欢喜起来咯。哎呀，不得了咯！啊，我看着哇，偌哇这水，香，人都发狂咯。清净心也失掉咯，平等心也失掉咯。安尼喝到个咧害死啊！什么时候即、这个境界现前呢？都要等下你看到这所谓境界，心内拢如如不动。 到甲迄阵，佛对，互你看到即个随相，啊，看到时呢？就是给你做证明，增长你的信心。啊，你若是即个心也动摇，也过好奇，啊，也到处去讲讲，佛都不会互你知影。啊，绝对袂害人。啊，就虾米才会害人呢？魔，魔会甲你加持。 魔，让你看到光啦、啊，看到这，看到迄、那个，啊，看即项，看到迄项，啊，让你心啊，未清净，互你的心发狂，啊，让你到处去疯狂，啊，最后是虾米呢？最后就变成无惊无损。所以佛的弟子啊，注意看，自古以来所看到一切随相，从来无甲第二个人讲。 除非呢，啊，伊要请贤地士甲鉴定，啊，鉴定讲伊看着即个境界，啊，是正确也无正，也是无正确啊，除了即个原因之外呢，啊，绝对袂使甲任何人讲，啊，即款诶态度，啊，则是正确。好，咱今日时间也到，各家拄啊，一段啊，那么下面啊有。 两段呢，啊，两段经文，咱明暗则继续来甲注意报告，咱来念佛回向。